你跟我一起走吧，我求求你这一回，我求求你这一回，陆老师，陆老师，朱瑶决定要在一天之内拿下鹿鼎桥，要用最快的速度和坚决、机动的手段来完成任务，有把握吗？有。 好，头人，阿木管家说龙武家之的潮汐部落没有回应。头人，这不是龙武家之的箭，他们会出事了吗？大家快走！既然你这么着急上路，我就送你一程。 往北去哪儿？对不起，骡子，这个我不能告诉你。哦，哎，不对，你不告诉我，那我上哪儿找他去？我这货怎么给他？什么东西？哎，你忘了金子。 还把金子带在身上啊？嗯，一根都没少。你这信不过我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苏科长没那意思。苏科长，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？首长交给了我一项新的任务，我怕我一个人完成不了。哎，娄子，花谷，我现在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了，只有你们两个。 活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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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些都分给我们穷人了。红军游击队啊，游击队，谁是领头的？这为首的是个女的，底下人都管她叫大司令。大司令他们在哪儿住？不知道，那谁知道啊？平民天将吧，反正是替咱们穷人出气的。对，管他住哪儿呢。哦，谢谢啊。
不信，不信，这下好了，咱们也有地了。是啊，老苏，红军能有这队伍？不是，应该是土匪。这样，骡子、黄姑，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少走大路，走山路吧。嗯，听您的。 贾老爷宅子那儿正分粮食呢，去晚了就没了。快去吧！来，给你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给你。哎哎哎，你干什么呀？这给你。你来回来去拿几趟了啊？你拿到粮食够你吃一阵了吧？老子乐意，你管着吗？这是你的。红军都说。 打土豪分粮食，那是按需分配。知道什么叫按需分配吗？不知道，就是老子什么时候需要可以随时来拿。哎，老六，你这样可不行啊！这里的粮食一共就这么多，首先得保证每人有一份啊。行了，村长，一边待着去。你是不是也同情那个贾老头啊？小心人家红军来了，也把你打成土豪劣绅。你，放手，走了。 你，哎，流氓！行了，让他走吧。来，拿好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爹，你，哎呀，别说了。慢点啊，是在这领粮食吗？你外来的吧？来，给你。哎，我说，哪儿乱你往哪儿挤啊？拿好啊。一个外来的过来凑什么热闹？哎，上我，怎么跟人家说话呢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谢谢。我问一下，咱们村里边那杀人的。 你确定是红军吗？是红军。这个谁啊？我说，你见过拿着红旗的国民党吗？来，拿好啊！罗子，闻着还挺香，我再去找点柴火吧。嗯。 小，这小是个傻子，是饿了。哎，妈，你小心，没事的，给，吃吧，小心烫啊。 香，真香！你叫什么名字？纳宝。你怎么会在这大山里啊？你家在哪儿？在山里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有好多好多人呢。 哎，你们家那么多人，没人管你饭吃啊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哎，大宝。哎，这傻子也够可怜的。老苏，想什么呢？ 我怎么觉得那傻子在哪儿见过呀？看来你们是有缘分啊。那怎么可能呢？都别动！你们踩雷了！哎，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怎么傻子的话你也信？走了，我们。 咋了，骆子？我好像真的踩到地雷了。踩什么？我想想，你们两个找块石头给我，快！这行吗？这哪行啊！
你找一个跟我重量差不多的石头，赶快找找，快点啊！那边有。哎，对对，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搬过来，搬过来！你使点劲儿啊！哎呀，你快点啊！这搬不动啊，使点劲儿啊！ 你们什么人？我们是红军，这是我们大司令。红军，你们到我们山里来干什么？我们就是找红军，给红军送东西的。送什么货？你们看着不像红军。我们是红军游击队。带走。 你口口声声说红军，你是红军什么人呢？我不是红军什么人，我们两个辛辛苦苦从江西跑到这儿，就是给红军送这些金子的。这是什么人？这就是红军的东江首长。 我跟你也打听个人，看你认不认得，苏觉民。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我就记得有老邱、老钟，对了，有个二首长好像是姓苏，戴个眼镜什么的，我不记得他们名字。你口口声声说从江西就一直追着红军，那你告诉我。 红军现在在哪？他之前啊，红军在大凉山，后来又到了彝族区，后来就他们夺了那个泸定桥，往北去了。我现在也追他们呢。不可能，我的兄弟天天下山打听红军的消息。要是红军进了四川，我不可能不知道。大凉山谁负责的？大司令，是我。你见过红军吗？报告大司令。 大凉山，还有他说的大渡河，还有泸定，都没有发现红军的踪影。那不对呀，前面在彝族人那儿死了多少人为这金子？他们明明在嘛。带下去。是，走。你走，把金子还我。走。 说自己是红军，糊弄鬼吧！土匪，肯定是土匪。
我们这个山洞的位置，除了游击队员，没有任何一个外人知道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每个来过我们山洞的外人，都让我给杀了。你们也一样。我说好汉。 杀我们干什么呀？我们是好人。你不是红军吗？我们真是给红军送东西的。还敢骗我？我没骗你。老天爷在上，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。老天爷，要真有老天爷啊，我就不用在这儿苦苦的等红军了。要想活命，只有一个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加入游击队。哎，这可不行。不是，行。可是我们得先把那个金子送到了地方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是他重要还是金子重要？你别动了，都重要。金子都不要了。 你运气好，我们正好有活了，你表忠心的机会来了。什么活？打土豪。对，报告大司令，野人游击队第一小队集合完毕。预备，唱。打倒土豪，打倒土豪，奔天地，奔天地，我们要做主人，我们要做主人，去革命，去革命。 诸位大爷，诸位大爷，我们的家产都给你们，只求你饶我们一条性命啊！饶你一命？你他妈真把老子当土匪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是红军啊，是为全天下的穷苦人民打土豪、分田地的，这是革命，你懂吗？快走！你们是假红军，我给你们骗了！带走。 会说你的吧？不会，我是这儿的二当家。是吗？最早，这儿就我跟阿凤俩人。阿凤？阿凤是谁啊？抬出来！所有下人，都站出来。 你们俩也是下人？这两个人是什么人？小妹妹，别害怕，他们俩是什么人？
不要害怕，我们都是穷人，我们红军游击队就是为了解放我们这些穷人而战斗的，别害怕，说出来，这两个是什么人？二小姐和五小姐，发点盘缠，都回家吧。谢谢就谢革命，记住，是共产主义救了你们。走吧，快走吧，走。没让你们走。拿着。动手，杀了他！什么？去吧！别杀我们啊！别杀我们！求求你了，别杀我们！什么？我们杀了他，要不然杀你女人！别杀我们！别杀我们！求求你！别杀我们！别杀我们！别杀我们！开枪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别杀我们！求求你，饶了我们！饶了我们吧！我和阿凤一起在老爷家做工，后来就跑了。那你们为什么要跑啊？少爷丢了。哦，你们把小少爷给弄丢了，所以你们跑了。不是小少爷，是大少爷丢了。大少爷丢了。嗯，所以就得跑嘛，就得跑。求求你了，开枪！快！我不杀人，就谁也不许杀。我杀了你，就为了这么两个人，值吗？值。大司令，那这些人怎么办？放了。啊？放了。放了。谢谢不杀之恩。慢点吃。香，香。你把我放了。你们那个女司令肯定会说你的吧？不会，不会。慢点吃。进去。好吃吗？香，真香。多吃点。香。送给他。是。兄弟们，今天的革命，骡子兄弟表现不错。从今往后，骡子兄弟就是我们野人游击队的一员了。好，骡子兄弟，
有什么话就跟大伙说说。没什么可说的。行了，那大伙就歇了。你根本就不是红军。你说什么？根本就不是革命。那你说什么是革命？革命是。 反正你这不是革命，你这是土匪。没事，反正我这条命捡回来的。我今天得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江西一路跟红军跟到这儿，我见过的革命的人多了去了，哪有你这样的？老邱、老钟，连静平、曼丽那样的姑娘，包老爷他们全革命，谁像你这样？你就土匪！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！你别冲他开枪，他不应该说你是土匪。你要开枪，你就先打死我吧。花姑，你躲开，跟你没关系。罗子，你打我。好啊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让你们俩在地底下做鸳鸯。跟花姑没关系，你冲我来。 你打死我，我也不跟你干革命。拉出去！是，走，好，别动，花姑，走。 都怪我，害得你又跟我做了啊！其实那个大司令没想过要杀咱们，我看得出来他应该挺善良的。善良什么呀？他到山底下就随便抢人家东西，随便杀人。哎，包二爷，干嘛呀？这。 送饭，这不能进。我进去送饭，大司令知道了会不高兴的。别让我为难啊！送饭，好，让他进去吧。进去吧。你干什么？ 吃饭，没事的。谢谢大宝。阿凤今天高兴，要不然你们死了，他喜欢你们，还喜欢我们，让他算了吧，用不着他喜欢。宝二爷，今天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个人被抓回来了。 大当家的，让你过去一趟。行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你们要干什么呀？啊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快点！你们这，我。 还好好说吗？这回事，哎，大司令，这人被我们抓回来了，能跑是吗？一会儿过完堂，打折他两条腿，扔到山上去喂狼。明白。哎，大司令，大司令，你看，你们也是红军，我也是红军啊，红军怎么能杀红军呢？哎呀，人人都说自己是红军。 你怎么证明啊？不是，我那衣服在山下的城里边，衣服里边有证明了。那你队伍呢？我队伍刚过泸定，朝北走了。不可能！我兄弟们天天下山打听，红军根本就没有进过四川。
司令，这不可能！我们早就到四川了，从云南转过来的，还路过大凉山的彝族寨呢。大司令，这个人满口放大炮，弟兄们都查得清清楚楚，根本就没发现过一个红军的踪迹。我觉得你才满嘴放大炮呢！啊，缅甸县城就有我们的告示。嘿，你别，你说话就说话。行了，注意纪律。 你是哪人？怎么加入的红军？我就是四川本地人，我们家在马尔康附近。马尔康？我们家其实是马尔康一大户。你打听就能打听到我姓苏。你叫什么？我叫苏觉民。你说你叫什么？回大司令，我叫苏觉民，我是我们苏家的长子长孙，我们家大户，这是真事儿，你一问就能问出来。快点。 看着我，你看，我觉得这些弟兄们穿的也挺差的，过得可能也挺难，要不然让我爹捐点钱，就当是赞助革命了，行吗？我跟你也打听个事，你说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周金凤的女人？不认识。啊不。 周金凤，我帮你打听打听啊，这事儿包我身上。待下去。哦，是，我说真的，我真的能打听到啊，大司令，大司令，老爷，大司令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老爷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老爷。 少爷，少爷，少爷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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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阿凤吧？难得大少爷还记得我。我当然记得你了，小跟屁虫不就是你吗？从小就粘着我，对不对？都长这么大了，哎。 阿凤是不是该嫁人了？哎呀，大少爷，您别这么说。这怎么了？你看，大姑娘都懂得害羞了。行行行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回屋洗澡了啊。一会儿你过来找我，我从国外带了好多东西，你肯定都没见过。哎，走了。
阿峰，啊，听傻了？啊，好听吗？好听。虽然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曲子，嗯，有一点奇怪，但真的很好听。行啊，鉴赏力不一般啊。大少爷，您千万别取笑我。哎，到这坐着。 坐吧，来坐。我刚刚给你吹的这首曲子叫《国际歌》，它是歌颂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曲子。无产阶级革命战斗是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我怎么跟你解释呢？你就是无产阶级啊！啊，我？无产阶级就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，而又不得不受地主的剥削，对不对？哦。其实最可恨的就是我这种人，我明知道这些都不对，但是我又不得不做他们的帮凶。大少爷，您别这么说。 哦，哎，没事儿，我这次回来呢，就是要革命，然后把你这种人呢，彻彻底底的解救出来。大少爷是说，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解救我这样的人啊？对啊。 老苏，苏科长，走，东西在不在啊？在，就是被他们拿去了。啊，走，老苏，谁？大司令，开门。是。 大少爷，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哎，大少爷。 大少爷，你没事吧？谁啊？我是阿凤啊。哦，阿凤。哎，大少爷。 常把那门书包，没人后，眼
浪浪，迎你风，征途长。